这个玄奘哦，玄奘大师，因为他从唐土出发，一直要到那烂陀寺，中间发生的故事很多啊，很多，所以那个那烂陀寺的人哦，久闻呢，久闻这个玄奘大师的奇迹啊，他的故事啊，所以呢，风声久大，人为高，风声先高。好讲，嘿，啊，这个唐朝有一个出家人哦，哦，你看他在船上，要给他祭天的时候，哎，风雨啊，恶风呼起呀、啊，等等这些史迹，这些故事是会传到那边去。所以啊，他要来这个寺的时候啊，这个四方啊，就差40个人，差四十个人到他要去。他前一天住的地方置装银宿，就是到他住的地方去迎接他。明仔伊要来去那烂陀寺，好，阿咱就今仔日哈，派人哈，明仔透早都爱告伊去要给迎接。伊带来穆建莲尊者他的故居，伊出席的迄个枕头，是不是安尼？红香同宿海，然后第二天呢？就是四十个人派前来被给领奖啦。啊，第二天早上啊，他们就吃一吃之后要出发了。啊，出发又派了200个僧众，还有俗人，就是宰给，因为伊啊学习不是拢全出家人，伊僧众是4000多，但是够俗啊，没有落法的居士。和派还有俗人千余。啊，勤于床盖香花来迎，更丢啊！在僧众能拜人，很壮观的队伍啊。然后抬这个轿子，啊，然后还有那个床啊，还有翻香花来迎玄奘大师引入都会，就是引他慢慢的大队人马，安尼慢慢给迎接入去那烂陀寺。啊，你去那烂陀寺了后，哈，伊就甲大家慰问呐、啊，一定是啊，墨学啊，这个玄奘啊，来自哪里啊？好啊，报告一番，啊，就是讲，好，伊要来家参学，叮叮。啊，这个寺里哈，就畅令住寺，当然这是有一定僧团的一个规矩啦、啊。一切共同啊，大家都和和居住在那里，共同学习。好啊，这还有报道啊呢。就知客，那已经安丹报道。报道之后又有20个人，又差了20个人把他引到正法藏所，就是戒贤论师住的那个地方。一定是在这个寺里啦，但是因为他这个戒贤论师160岁，又就独立呗，一个堂嘛，一个小小的地方。那个地方啊，大家都很尊重他，所以他居住的那个地方叫正法藏。正法藏这个地方。他这个戒贤论师啊，博闻强识，内外大小一切经书无不通达。你改心。100几回弄咧3藏12部为这个浩瀚的经论来对。当然是一切经书无不通达。啊，这够够书呢！啊，这个话说搞一点些，先彼此对谈一下，哈、哦，嘘寒问暖呢、啊。啊，这个戒贤论师一头猛一攻，从何来？你都都以来呀、啊？啊，这个玄奘大师啊，他就回答：从支那国来，欲学瑜伽等论。一攻哦，我都。支那国就是中国的这个翻译 China 的支那啊，他说我从支那国来，那我要学习瑜伽等论，我要学习瑜伽师地论这些论述啊。这个戒贤律师听了之后就哭了，160岁老人家一个考出来，一个叫一个弟子叫做觉贤。就讲觉贤，你来了，你该告诉公婆一听。哈、哦、啊，这个觉贤他就说，
他说和尚啊，这是戒贤律师啊，和尚三年前患困如刀刺，欲不食而死。和尚三年前哦，丢病啊，这丢病哦，胸口跟他刀在刮，足疼足疼呀，疼到伊受不了。伊想讲卖家绝食，绝食啊，得就死了。那晚上啊，梦金色人约，汝勿厌生。暗时啊，伊想讲伊卖家。要我细心太甜了，细细看困我。好，晚上就梦到一个金人，全身发金色光的人来跟他说，你不可以厌弃你这个身体。枉做国王，多害物命，当自悔责，何得自尽？你过去生过去世，你就是曾经做过国王。你当国王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战争呢、啊。侵略的行为，那难免会有奢华的生活嘛。所以多害物命，你这个物品呢跟性命上面呢，你都没有真的照顾到。所以啊，当自悔责，你要好好的忏悔啊。那你好好知道，这是自己的错，何得自尽？你怎么可以想要到自尽？你已经出家了，你已经是僧众，怎么可以自尽？而且你本来都该后悔，你该受这个报啊，你本来就该报啊，这也没有人特别处罚你呢。所以我们生病的时候要知道，没有人特别处罚我们呢，没有人有这个能耐，那个是因果自负，自受报而已啦，对不对？然后他又跟他讲啊，有知那僧来此学问，已在道中三年应至，以法会彼，彼复流通，汝罪自灭。吾是慢疏失利，故来相劝。嗯，他就特别跟他提醒，你这个不可以细哦。有一个哈支那僧，支那诶僧众哦，要来家学习，伊已经在路呀，出发来到家，三年都会到伊啊。因为伊啊行两年嘛，啊，但是玄奘大师去两头的时阵呢，去两头的时阵应该就是三年前了，对，哎，准备，所以行两年的路到这嘛。啊，伊讲哦，伊咧路啊顶头要出家来哦，三年都会到伊啊，你就爱甲你所有遐个这法吼，哦，应该传承，甲伊教，伊对把这个佛法讲这个佛法，摕去支那国遐流通。伊若去遐流通这佛法，你的罪就消啊，把供养罪嘛。所以汝罪自灭，我是曼殊师利，所以我特别来给你修补，给你劝诫，你袂使自杀。他必须等他三年，所以伊问伊讲你都倒来，伊讲我是支那来，哎，佮讲我要学瑜伽师弟论，因为迄都是伊所专的。戒贤律师所专的在论述，所以伊这三年一直等你来啊，所讲的是不是甲梦拢同款，真跟梦一样，所以悲喜交集，所以这种真的是菩萨啦，而且诸佛啊护念诸菩萨啊，众生有这样的因缘，菩萨出现在世间是有愿力。愿力一定会圆满啦，这佛法龙天一定让你圆满你的愿，只要你的愿是真的，你有障碍根本就不要紧啦。上无业，大家冇业，那业带着业，谁没有业？你没有业就是成佛了嘛。大家都有业，业唔免讲你较大地，我较大地，大家拢有，那个是自己的问题。但是你的愿力，你精进的心，你真的要对弘法，你真的要立身，这个愿是说天地说一切都共护念的，这是重点啊。你的业会受嘛，受就是要知道嘛，那个是往昔所造诸恶业无明的时阵所做的嘛，啊，你只要读好丢，你的心安住，绝对会过嘛，那我就没过啊。
那业未过，就无可能有世尊嘛，对不对？所以这样正确。讲到伊就伫那烂陀世家吼，当个留学生呐、啊，好我进修佛学。啊，当时吼，嗯，迄个时阵哦，有一个叫顺势外道来求论难。顺势外道当然就是对世间法这个上面哈、哦、比较着重，着重于世间法的这些。那他就写了40条的他认为的道理，悬在这个寺那烂陀寺的门口这边。好，然后就要来踢馆了，就要来跟那烂陀寺的僧众要来辩论他所提出的这40条的这个义理。这是顺势外道啊。其实每一种想法都有你的组织结构，那你每一种理论都有你理论自以为的基础。但佛法里面它这个它不是所谓世间现象的讨论，世间现象你是不可能灭，可是你读世间现象就是你能读到它毕竟的道理实相，然后真正超越而看清楚，并不是在这世间现象的解释里面着在世间现象，它是在彻悟世间现象它的毕竟空的道理，无生灭。这是佛法跟外道的不同。啊、这个外道哈、哦，一共哈若有曲折，斩首相谢。你那有人有办法变赢我，我斩首相谢，我斩首，我头站起来，我含服。你那有办法赢过我？因为他就世间而论，你那要讲世间法哈。没让他讲讲来讲去，同样嘛是鸡生蛋，蛋生鸡，就是在那个原点绕，啊，你让他绕来绕去，你都没输。这就是大家学佛的时阵所败的所在。你让他讲世间法，同样讲过来，你咧讲道理的人袂赢伊。事实就是安尼，你讲这无，啊，明明都现象变啊无，伊那着有的人，你安怎讲你拢袂赢伊。因为顺势外道，伊嘛是叫你，我也想法啦。咱一般有个人学佛转去，拢讲啊，这你放下啦，迄是变安怎放下？明明都安尼是变安怎放？你去夹着嘛，你夹着现象嘛。所以出家人他，如果我们了解了出家的话，我们不是就世间相来控讲这嘿嘿嘿，那个世间相共工未完，你知道不？共工未完，拢是就这个相而论嘛，一定是是非利你我他事件，你安怎想安怎想？啊，伊要甲伊讲，你毕竟空，你心性本清净，未通。所以这学佛就是安尼，你慢慢慢慢一点一点体悟，一点一点体悟，啊，你时间一直过，一直过，一直过的时阵，慢慢啊累积，累积甲看到你的念念内底啊无实在，啊，这属相的。思想的讨论是国民一个答案，各说各话。那世尊说没话，世间人各说各话，这就是你不为清嘛，对吧？顺势外道伊就是安尼来找茬，然后因为一个规则，游戏规则，那游戏规则哈，就是如果要论述，因为那个时候是大乘佛法哈。蓬勃发展，在论述的时候，有真侪外道有因的想法啊，所以大家在论述的时候，真理越辩越明。可是还没有真理真的辩出来之前，各自认为自己就是唯一的真理嘛。所以迄个时阵吼，都有在辩证啊，辩证啊，输的人吼，因为游戏规则就是爱乘驴，哎呀，直接乘在这个驴上面，游街。有个，然后呢，尿瓶浇顶，尿瓶知道吧？就是小便啦、啊，这种尿啊，就是给你浇到从头上这样给你浇到顶，公于众中，就是在大众里面呢，你都爱好大家能看到，你输啊，你就是驴子啊，驴啊，对吧？行心折服，然后依头勇为造力，就是你的外向。你的外向要受到某一种耻辱啊，好啊，你的心要臣服，你的本书啊，
你本书这边吼，啊，你都爱拜那边为师啊，都要听因讲，啊，互因财欠，安尼。啊，伊这大一家游戏规则嘛出来啊，哇，这纳曼陀寺来得深重，我淡薄担当。他们都是有点小小担忧，恐有颠覆，莫不成对，怕说咱家己呐理论啊各方面啊，未清楚，弄不通，没有悟到那个境界。啊，刚刚对对对，印没出来的时阵，哇！啊，咱佛教当中，好啊，好啊，下了了，阿去红西面，对不对？那干系不是我个人呐、啊，可能干系的就是人家对于佛教理论的动摇，所以大家都唔敢站出来讲、哦，我来改变。啊，玄奘呢？玄奘大师因为底下参学不离故啊，不离故啊，啊一。伊自细汉诶，咱来个回溯到伊细细汉啊，十几岁时阵，甲伊诶兄长啊，长劫法师啊，自细汉就是开始咧佛法熏修。伊在这个支那国，就是唐土的地方，他对于一些论述跟思维的比对，已经有做一些整理，找不到答案，才到那边再去找答案。所以在找答案的过程，原点嘛，伊一定弄通的，而且遐一定有五戒。戒贤论师160岁，你讲不开用脑壳灵，哦，这个一定是有一些真正的实证。所以呢，一定要听相当久的一段时间，就答论道，就伊嘛知影要安怎辩论，啊，伊嘛在斗力是啥？所以呢，告众请对，他就自告奋勇出来讲，我来跟人对谈，因为伊迄个40条拢写在顶头啊。你写在顶头，你捌的人，你一看就知影伊迄啥唔对，伊讲啥讲唔对。啊，你要用多一个理论，甲伊对谈，让他去接受，因为他40条是有写出来的。你哪拢唔知迄种正经在打擂台，马上提问，啊，你马上作答，那个是高难度，因为他40条都有写出来，悬挂在这个门口四门口嘛，所以呢，何得同耻？哦，伊就自告奋勇讲，我来甲因讲，咱袂使安尼点点啊，互人啊甲咱侮辱，不能够这样。各立旁证，啊，他说他是个别的，把这个40条的道理，那如何的是真理，然后佐证，然后大家也在旁边，啊，要一起要跟这个顺势外道对谈，大概一定做一些沟通嘛。啊，跟对方来来回回多次的对论，往复数番，通解无路，一直讲啊，对方这个理论招架不住了，完美了去。这个一定要有大辩才才有办法降服这种世间现象的看法。那那世间现象。你就有而说，他一直在有，你要带到无的上面，你必须要很有智慧，你一定要佐证到他去看到无，他才可能去接受理空的道理。啊，这个时候呢，这寡德啊，顺势外道，神理俱上，溘然潜伏啊，书啊。啊，这师傅爱斩头给人呢，哦，而且要骑着驴啊。伊是讲，你若有人赢我要斩首啊。啊，那输的人，那是伊家己讲伊要斩首。啊，那输的人爱骑这个驴啊，哦，他这个尿啊，浇顶啊。哎呀，这个时候哇，大概怎样？四门呢、啊，就是这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理论呢、啊，它是真理，真理越辩越明嘛。啊，这个外道都屈服了，然后就跟玄奘大师说：“那照前面的约定，我就骑驴了，来出发游街。”玄奘大师改回答：“我法红树不再行客，秉受我法如奴侍主。”你看佛法，他不是在强调这个赢个输啦。不是在强调你上赢上输，啊！你输的人都爱安怎赢，人会安怎？请呀，不是这啦。
你知道这就是真理，你就好好的心悦诚服，你好好领受。那就像奴在侍奉主人一样，意思是说信受奉行啊，你要虔诚的信受奉行，这样就好了。你教导哪有在逼向丢向不丢，然后要有什么刑法啊，那安呢就是没有领受世尊的教诲啦，对不对？既然是空是无了，那我不要再修派，对不对？啊，那个是世间事，这是中间的过程，很精彩哈。那我们再来知道玄奘大师的原籍，后来他当然就是回到中国来啦。刚刚有讲去女城的辩论嘛，那回到中国来之后的故事就等一下再说。我们现在只是把一些重点说一下。玄奘大师哈，他后来回到中国，然后皇帝啊，不是刚刚有讲简略讲嘛，皇帝为他建这个翻译的经厂。一定要翻译。那玄奘大师啊，他向来哈，他愿生弥勒净土，那还有游西域，因为他听说啊，吴卓跟世亲两兄弟都是生这个弥勒净土，这个是看人，其实这是看人。然后他在修行的过程，又凭奇请，鲜有显证。也就是他在修为的过程里面呢，对于自己所归去的地方常常有祈请啊，这是愿力嘛，而且也真的是有一些感应。那到他六十几岁，刚有讲啊，有讲63，有讲65，有讲69，到临德元年，他知道自知时至了，所以他就跟翻译僧跟门人，翻译僧就是一起翻译的这些大德，因为有的还没有翻译完嘛。他中间有一段他生病了，所以就停止了翻译，后来好一点再继续翻，再续翻。那门人就是他的弟子，他弟子最有名的就是窥基，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圆策。那这个窥基就是他的大弟子。那他就跟他的门人讲啊，有为之法必归磨灭，炮换行职何得久停，行年65矣，必足欲花。他说啊，我已经活65岁啊，反正那63的公10岁嘛，65的公虚岁啊。他自己这样讲，他说啊，这有为之法就是地水火风结构的四大终究会坏的嘛，使用年限嘛，所以呢，这个如梦幻泡影这种东西呢，不可能永远停留的啦。我一定是会结束生命的，这身体一定会坏的。于经论有疑者，可速问。你们的这个经论上面呢，因为这是在中国了，你们的经论还弄不懂的，赶快问呢，我时日不多哦。啊，这听到的人都很惊讶。听到人很惊讶，说：“年未其貌，何出此言？大师啊，你都不是很老的，你哪要讲安尼话？讲你要走啊？”你都该回答：“此事自知，这件事我自己知道了，我真的知道我要走了。”所以他就遂往持佛，也就是礼拜佛，然后。有门人外行者皆报好去。那如果有门人，就是自己的弟子兵啊，这些弟子这些哈，有要离开啊，去哪里弘法啦，去哪里做什么事的，他就说你好好去哦，你好好去，那我今天就跟你做最后的道别，就跟大家说做最后的道别。今与汝别，亦不须来，来亦不见。我今天跟你做最后道别，你要远行去吧，去吧，好好的去弘扬佛法。好，那也不用再道别了啦，我们大概也不再见面了。这听了心生生了齁。到正月九日啊，这个临德元年的时候，他就告知大家。到正月九日的时候，他就跟寺里的人说，藏必当死啊。我齁是要走了啦，我一定是会死的啦。金云此山可悟，犹如死狗，
藏既死矣，勿近公室，三径处埋之。他说哈，我死了之后，大家不用太担心啊，因为经典里就讲啊，这个人生啊，这个人的色身四大，这没有什么，死了不就跟死狗一样啊？哈，那如果我死了之后啊，你就把我搬离开这个宫殿跟这个寺啊，你就是清净的地方啊，羞耻犯恨的地方啊，所以啊，你在山里头清安安静静的把我的埋了就好了，很低调哈，是不是？其实很多大德都是这样的，他们不会说我死的时候林小美郎来祭我啊，不会的啦，真的都是这样低调的。他说哈，大家就是安安静静的把我埋掉就好了。那话说哈，他就好好的精进，因为他想要往生弥勒净土，所以开幕闭幕见大莲花先白而至，又见伪相只身佛前。他只是他都精进了嘛，最后每个人的最后有他的愿所归处嘛，所以他开幕闭幕都看到大莲花，白色的大莲花，然后又看到很庄严高大的佛像现在其前。当然这个地方有伪相，他知道他一定会生在佛前。那当然这里讲的是弥勒尊者啦，因为他入弥勒内院嘛。那弥勒尊者是说谁的法？我们不要把它切开咧，很多人都会把它切开。弥勒尊者难道他不是说佛法吗？是啊，是啊，他是补处菩萨，他示现是在世间成佛八相成佛，可是他在弥勒内院其实就是在宣扬佛法，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时候最后的一段时间啊，他就命僧读所翻经论名目，他就叫大家，哎，不是叫大家，就是叫僧众，你读一读我这一辈子在这里易经场里面所翻译的有哪几部，然后大家就你翻过什么，几年几年开始翻，几年几年圆满，总共有多少部，有多少卷，这样。那总共有73部 ,1330 卷。然后他听一听啊，自怀心愿，他还会回想一下内容，翻译的内容，没有翻错，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每这个翻译或是这种大德，他对于自己开口闭口要把佛的真理啊翻成另外一个语言这样说出来，一定是战战兢兢的，那一定对于这里面呢不敢有所差池，怎么敢啊，这个误导众生啊会下地狱，怎么敢啊，所以他对于自己所翻译的这个都是再三检核，而且要经过这么多大德翻译是有个程序的，要经过就是真正梵僧他们校对过的语义，经过中国的僧众把语言的结构表达的义理，它是完整贯穿的，它没有模糊啊，这才对。所以呢，哎，没有错。然后他就跟大家讲啊，有缘并集云，就把大众有缘的人都集合起来。然后跟大家说，无常将及，即来相见。还有人要看我，跟我说说话的，请赶快来，因为无常要来了，我要走了。就跟大家预告自己要走了。到二月四日，他这里哈开始讲到他元月，刚刚有讲正月九日啊，正月九日就讲我一定会死的。那这里面其实他病得很辛苦，到二月四日的时候他就右胁累足，右手支头，就是入涅盘相，就是佛入涅的那个卧相卧姿，那左手臂上，左手就放在臂上，臂就是这个臀部的这个地方，大腿交接处这里坑然不动，他就一动也没动。那有人就问啊，就问，
大师，你有看到什么样子吗？有问和尚，你有看到什么样子吗？然后抱怨，勿问，不要再问，不要再跟我讲话。好，防无正念，你妨害我正念，卖差，这样子。至五日中夜，这是二月四号的事啊。那二月五号的中夜的时候，弟子问曰：“和尚定生弥勒前否？”和尚，你一定会生弥勒前，弥勒菩萨前。答曰：“决定得生，决定得生，很肯定的。”然后这句话说完，就气绝。之后有两个月，色貌如常，他的身体都没有腐烂，就如同他活着的样子。当然，两个月之后应该是有所处理啊，涂皮啊等等。这就是玄奘大师的一段，听这些很感动吗？当然，我们再看一下，也是觉得啊，古德啊，这样啊，他鬼啊，这谁翻的啊？这谁翻的？其实要想啊，真的没有这些大德，你除非你有善因缘，深植佛事，要不然很多佛法没有弘扬开来。是没有办法真正有那个脉络，有那个指导的内涵。那方法会不会错？那里面的思维是不是偏差？那自己的体会是不是如佛所说的这个是正确的？修行人这上面都要仔仔细细啊。修行千万不要有一点小小的体会的时候自以为是，自视甚高，自视他非，共高我慢，这些都危险啊，很多这都危险。这是唐朝三藏法师玄奘大师的一点介绍。对于这个翻译经典，我们也要有一些明确的认知，才知道要如何的感觉到殊胜跟不可思议。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古大德一心想要了解真实佛所说的真实意，要探讨，要彻底的去了解佛所要告诉我们的讯息是什么，那么我们就没有机会今天能够有这么简单就在眼前我们读得懂的文字现前。所谓这个翻译经典译经这么一件事并不容易啊。光上一次我们了解玄奘大师啊，这些大德们如何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弃生命于不顾，置生命于不顾，只是为了要知道真理是什么，然后要把这个原点呢，这样带到中国来，带到我们居住的地方，翻译给大家知道，这个是多么伟大的这种愿力，我们是何其的有福报，可以在这样末法的时候，事隔两三千年，还能够如实的去看到世尊所说的这些宇宙人生的真理，而且历这么久的朝代，这么长的时间，这些大德真有一丝毫觉得不够明了的地方，都会再次的启程，而去四处寻找这些原点。所以像我们中国的藏经呢，有好多部啊，那这些藏经有的是从日文在影印到翻译成中文，有的是从韩文，有的是胡语，也就是它已经流传到其他的地方去，中国人再去那边再翻译回中文。
据说啦，据说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的部分经典，也是从我们中国的这些藏经再翻回去藏文。那很多就是彼此啊，彼此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理都是共同的敬仰尊崇，想要让所有的众生一起分享。所以这些佛法的交流啊，这些哪会吝惜呢？那我们看历代这些祖师大德如何视这个经典呢，视为至上无上的珍宝。所以像我们对于近代啊经典的流通是就是四处啦，你都可以很轻易的获得。但在古德不是这样，他要一字一字的抄啊，这抄经才可能流通啊。那在抄的过程也不像我们现在的纸张啊这么简便。以前呢，还有的是用布，有的是用不一样的材质啊，树皮啊等等，然后要慢慢的缝制，把它拼凑起来，也就是厚厚的一本。最早还是用竹简，对不对？你要读一部经，你可能得挑好几担才能看到它全部的文字。那这些无非让我们要更珍惜警惕，对于文字就是对于佛典这些要起恭敬心啊。我记得我曾经去参访一些道场，那个地方啊，经典是非常非常珍贵的。那个地方的师父穿的出家人出家众穿的也非常的简单。那他们的经典啊，我解释给同学听啊。我们一般经典不是一本就这么厚吗？对不对？他那边的经典胖成这个样子，胖成这个四五倍，因为他每天翻，知道？他每天翻，每天翻，每天读，每天读，就只有一本，不会说，哎呀，我这本旧了，糊了，我再请一本。他就每天翻翻翻，说那个经本好厚。那这个地方啊，还用那个缝缝补补，你可以看得出来它补过的痕迹。然后他们是怎么请经典的？在这个书柜上面，是很恭敬的先礼拜，然后请下来，然后再慢慢的端身振作，烧香，就是这个点这个香，然后。这样去读诵，去研究这经典的这个精神，让我们赞叹，对不对？那当时呢，他看着我们去的这些贵族们，我们的穿着，我们的饮食，那我们大家都是红光满面的。很有油水的样子啊，这上面他知道我们来自于物质条件非常优渥的地方，于是他就讲到，他说你们那边有没有什么经啊？他说有，金刚经，有，哦，他说能不能，就是麻烦，能不能给我一部？就是说能不能提供我一部，当然我们尽量在自己随身的这个随身常用的那些经典里面赶快啊，很欢喜的供养这法师，他是如获至宝。你没有看到他的那个表情，你没有看，你不会感动。当你要知道这些都是佛的法身，里面记载的文字虽然是文字般若，但是它就是观照跟实相般若化为文字的相，这样来传达的。
所以对于经典的恭敬，就要看每个学佛的佛弟子的态度。那讲到这个易经啊，先要跟大家介绍介绍古时候的翻译的这些大德，他们必须饱学体证，在这个经论的翻译上面，大家都知道啊，误人子弟，这有因果的，而且这是干系到众生的法身慧命，所以每一个翻译的大德都不是泛泛之辈。在所谓易经啊，它不是只限于经典，还包括律藏跟论，叫做论典，这些三藏经律论的翻译都可称之为易经。那古代的易经都是由朝廷，就是皇帝特别的设置一个易经院，让这些高僧大德或是文学有涵养，当时还包括退休的这些士大夫，比如宰相啊，这些一起来参加，那大家不用有后顾之忧，所以就在易经院里面好好的专心于这佛典的翻译。所以当时的经典呢，都是奉诏译，都是皇帝下命令组织这个易经院，很大的一个地方，让这些大德们一起来为我们逐字逐句的翻。当时会翻译的，从事翻译的法师就叫易经三藏或是三藏法师，这个是要由皇帝下诏赐予他这个身份的，也就是他对于梵语汉语这个语言是完全的了解，使用上面理解上面是无障碍，才可以担任这样的工作。所以在古代啊，这个翻译经典是没有一个人独自完成的，都是在易经院里面的三藏法师以及众多的辅助者从旁协助翻译才成就的。当时还为这个翻译的大众有特别的给予官职，也就是他有一个身份。那谈到翻译经典呢，这是不同的语言结构，不同的思考模式，它的语言不是很一样啊。像我们中国的语言有一些脉络，比如象形啊，还有意会的也是有些脉络，但各国的语言它的结构方式不一样啊。当时在东晋道安法师在汉译经典的时候，他就有发现有一些难度，所以他有提出五师三不译之说，也就是有五种情形，一不小心就会失去佛所说法的原意，所以这个五师啊要让大家明了。而三不译呢，也就是很难去如实的翻译它原始的，不管是语词啊，说意会上面的。那在此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所谓的五师。第一个，由于文法相异，原语与汉语之文词颠倒，这个就是语词结构不一样，任何一国的语言都有它特殊的结构。像我们会顺着讲，我等一下要去菜市场买菜，英文会怎么讲？我要去买菜，等一下。这样子，我们想张先生，英文讲先生张，是不是？而每个语言都有它不同之处，就是有的它会把时间副词放在后面，有的会在某一种动词之后加上
形容动词的这种 语法。然后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啊，我们会讲悄悄地他走入了我的房间，英文会讲他走入我的房间悄悄地是很多不同，所以它的颠倒。那我们很多字也有一些难以体会，比如我们讲夜，就好多你起心动念结构了叫夜，你行为造作了叫夜，造作 结束之后也叫夜，一个是动念的意业，一个是行为造作的造作业，一个是结束之后的业果，都叫业。但是在梵文或是别的语词里面它是不一样的。那像我们用空，我们就会有一个直觉以为它是没有，可是它在梵语里面它空不是代表没有这样的一个字，可是我们在择定用空的时候是不是圆满了？所以后来在翻译的时候又有无来破除空跟有中间对立的一个想象空间的想法，那是理解上面的。所以像这些都是困难的，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困难的点就是原点的文体直朴，较少修饰语，汉语好问世。也就是啊，在世尊当时讲话，其实是人在跟人讲话。我们在这个读这个，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宿己孤独园，与大比丘众。我们是这样很顺，这是一个描述状况，这是侧边描述它的场景。尔时世尊怎么样怎么样回答，是很文言文。这语词好漂亮啊，好顺啊。我想当时世尊一定不是这样说，当时世尊说，舍利子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哦，你这个问题好好听我说吧，至于你的心念的启动呢，现在放下你的所有的情绪，跟着我慢慢走。他一定是这种方式啊，他是人对人说话。当时听闻佛这个佛开示的这些也是凡夫众生呢，他不管是所谓世家族有读书没读书的侍女，或者是皇宫贵族里面的有学士涵养的，还是一般老百姓，他本身的语词跟文学跟这些结构也是各个不同，但是佛是平等的去看到佛性。所以在佛经的翻译上面，它本身就有不同的语词结构，有的也是用非常文雅的这种对谈如实记录下来的，有的是用地方的方语，就是方言这样去解释的。那再讲到当时啊，世尊在说话的时候其实是很直接，所以直朴。可是到我们汉土的时候，我们喜欢在这上面加以很多很漂亮的语词结构，所以加了很多润饰的语词。那现在法师都要尽量挑后者比较适合中国人，但事实上有些时候这个直接的那个直切进去的那个力道就会少一点。我们中国字很漂亮，记得以前呢，那在工作的时候，那就有好多外国人相处，他有时候就问我说：“你把我的名字写中文字给我好吗？”那我们就把他名字翻译成中国字，写漂亮一点给他。他说：“我要去裱起来。”他说：“为什么你需要裱它呢？”他说：“你不知道啊。”我们中国字每一个字就是一幅画，它就是一张独立的画，一个字就是一幅画。我从来搞不清楚为什么这边要撇这样，那边要这样。那我们的字都一定有它
基本念得出来就写得出来，你们中国字念得出来写不出来，是吧？所以啊，这个是说我们汉语的美。那我们汉语也有很多很深沉多重意涵，但有些时候在使用上也会啰嗦一点，这是老实说了哈。第三个是原点常有数度重复相同之语句，极为繁琐，汉译则多略去此类重复语。这个就是说话跟文章上的差异。比如在世尊当时为弟子们为这些众生开示的时候，他一定也是互动式的说法方式。互动式，譬如今天无尽意菩萨。